刀郎的新歌《罗刹海市》引发了一场争议，有人认为这是对那英等人的恶意报复，但刀郎本人否认。然而争议并未消失，反而愈演愈烈。据报道，那英发布了一段道歉回应，称不接受刀郎粉丝的道歉。他认为刀郎的新歌过于浅薄，并表示刀郎经历了普通人没有经历的坎坷，变得更加成熟。此外，中国文化产业投资基金理事长等领导团曾到三只羊公司支持他们。网友们也呼吁小杨哥邀请刀郎和那英共同出现。尽管刀郎已经隐退，但是关于他的争议并没有消失。对于那英来说，这种争议对他的生活和工作都产生了干扰，他需要学会如何关闭这些攻击。对于那英提起诉讼，律师表示，如果那英确信自己遭受了名誉权侵害，可以通过诉讼索赔。然而这个目标究竟是属于刀郎还是留言的网友，则需要具体分析。